民进党团开记者会，也有陈玉珍立委在旁边盯梢。不要说话了，我刚刚从这里经过，你在。你待了很久了，好，那谢谢你，好，不要乱入，不要乱入，直接看直播。好，不要乱入，好，谢谢。怎么可以胡说？所以说呢？那你这个记者会不是公开的吗？吴思瑶、陈玉珍立法院开战，因为民进党团开记者会，针对电视台政论节目，疑似遭中国官媒盯场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恰巧经过，在门口听了一会儿，被点名刻意监视，彻底爆炸。记者会，你为什么要站在我们的记者会门口？你为什么？我们开记者会，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记者会门口盯着我们？冲进民进党团要求吴思瑶道歉，林楚英在一旁按尖叫机抗议，陈玉珍舌战绿营立委，民进党团记者会硬生生遭打断。按国民党记者会点名我多少次，然后都造谣我，我有站在那边吗？眼看势单力薄，国民党立委李彦秀、洪孟楷加入战局，现场一片混乱。你今天来乱这个场，是因为要做给谁看？要直播出去，让谁看到你的作为？对谁来进行表？蓝绿立委僵持近20分钟，最后陈玉珍在蓝委劝说下，回到自家党团开记者会。在各党团互相尊重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避免我们自己的党籍委员进入到其他党团的一个情况。党团书记长洪孟楷也坦诚不妥，毕竟党团记者会天天开，陈玉珍偏偏选在中国官媒伸手到台湾政论节目这一题，特地停下脚步聆听，也难怪被绿委逮到把柄。难道在帮中国盯场吗？三立新闻孟国华，我们今天小组台报道。